各位现场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欢乐台。我们有时间讲话吗？有。给我25分钟假。25秒。那其实我们真的很想一直唱歌，但是真的很多的感动，就像当初我们一直很羡慕不管是在外地，因为我们是台东在地的那时候是小孩啊，现在是我个人已经变成家长了，所以小孩的家长这样。那时候心里面有个梦，有个想法，就是我可不可以像哇，像哥哥们姐姐们，像建年啊，浩恩哥啊，然后就是能够就是像这些哥哥姐姐们就是一样为台东的歌，台东的声音，然后在全世界发光发热，特别是我们马兰在地的我们的法弟，我们的郭英男法弟，这样子的在为台东唱歌，为台湾唱歌，有这个想法。但是呢，终于铁花村让我们台东在地的孩子们不用一直想说要到哪里去唱歌，就那时候就常常有意无意的就一直飘在铁花村附近这样子，然后看有没有机会可以上这个舞台，有缺吉他手是不是啊，再弹一下，然后有缺歌手是不是来稍微唱一下这样，然后让在心里面发芽的这个音乐的梦逐渐的在铁花村实现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带来我们自己的创作，然后第二首歌呢，我们要带来我们这个传统歌谣。那这一首歌我们很荣幸能够参加铁花村的10周年的这样子的一个专辑合集的一个录制，这一首歌曲就叫做《马哈拿顿》，献给铁花村，献给台湾好声音，也献给所有喜欢铁花村的朋友们，谢谢你们。阿美族复音青春歌队，因为没有呼口号，所以喊不出来哈。大家好，我们是阿美族复音青春歌队。他习惯要这样喊。
然后呢，我们在这里跟长辈们80几岁，然后好几位长辈们一起来学习阿美族的传统歌谣。那还有卑南族歌队，还有布农族歌队，还有台湾族歌队。那现在我们看起来算是都有学一点啊。那我们现在呢，要为大家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我们在阿美族歌谣的这个熏陶当中呢，我们学习到的这样子的复音音乐。大家分享，接下来呢就我们来唱歌了。Thank you.
哎呀哦哦呀。